他的机场最好睡最好玩，他像世界人才招手，他是超级富豪新天堂，多元种族美食之都，居者有其屋，台湾人羡慕吗？这里却是个极端资本主义社会，样样都要钱，很大的压力，物质是越见越小，质地也是越来越差。哇，怎么过一条路要收我三次费用？10月11号晚间11点，台湾时间，后李光耀时代，开放的代价，特别报道。